我们求佛菩萨帮忙求不上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求佛菩萨帮忙要能帮得上，我们不需要求，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他自然会，他帮不上忙。为什么帮不上忙？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现的，必须要你自己改变念头，外面就改变。心念改变，这个要懂啊！啊，你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遭灾难的求佛菩萨，佛菩萨不灵啊，孩子要去责怪佛菩萨啊，他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这从因果上讲，完全是自作自受。《太上感应篇》一开头两句话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！这是真理呀、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个真理呀、我们听话照办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，这就是佛菩萨的保佑。我们不肯干，半信半疑，完全要求佛菩萨来帮助，这是假的，这做不到。啊，道理一定要懂。佛菩萨是老师，老师只能把经验方法教给你，啊，理论给你讲清楚。你都要自求多福，啊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